大家好，那今天又到了我们那个来吃那个牛肉面条理包的时间。那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这一只，这也是在大卖场买的、啊、这一只那个茫茫牛肉面，这是金门良金牧场出的。然后在那个多少钱我忘记了、啊、然后我影片会补充啊，就是那他就只要茫茫茫茫牛肉面，因为他有附那个米酒跟高粱酒的那个料酒包、哦、对，里面有一包啊、这样起来也有分量，也是大概都是标准啦，对。然后前面已经拍过影片了、哦、大家就可以参考看看。然后现在主要开始来试吃这一碗面了。好、哦、来试吃这碗面。煮起来是相当的哦，满满的一碗哦。首先它的面条是那个龙卷面，然后这个面条比较，它要煮比较久一点。面条，那这种面条的好处是那个，它比较容易让那个汤汁吸附了，嗯，我再喝一口汤哦、喔，他们这个红烧汤比较像那个，我吃到那个花椒的味道，就是比较偏川味的。然后他们那个料包里面就是有那个萝卜。然后还有牛肉哈，那这牛肉应该都是金门牛了，也不一定，有时候是澳洲挂名而已。那看包装上写就知道了。那部位的话比较看不出来，嗯，有点像那个前剑心吧，带一点筋的、啊。那基本上的这个就是，因为它这是常温保存的那个调理包、喔，所以它会经过那个一百二十一度，应该是吧？121度的那个后杀，才能做成那个，就是跟罐头的做法一样。所以他们这个肉基本上就是跟罐头的口感差不多，喔、不然它没有办法常温保存。大家看看面，那我觉得它那个分量是很 OK 的、啊，那汤头的尝起来的感觉也是，汤头这样也比较不会那么的，就跟煮出来的它比较像，哎。那我记得没错，我这包应该是100多块吧？对啊，然后等一下再补充给大家看，我要看一下资料。哦，那牛肉部分就是说，也算蛮多肉的啦，这个肉量来讲也是算蛮多的。哦，那口味就是我觉得一般人可以接受啊。对，然后。在疫情期间哈，可以让放在家里做参考。如果觉得喜欢的话，记得帮我们点阅、按赞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然后美味牛肉面跟美食情报不漏接。那今天就先介绍到这里，拜拜。